同一个区域，基本上就在同样的地方。你在同一区啊？你说你在正中间，然后我们在边缘中间，那还好，我觉得还看不出来。你看，我操！我操！你在哪？还在头上啊？啊？怎么上去的？操！又断跳绳，都很跳大死了。看哪边都能去，好爽哦！他妈超好笑。我操！啊，真可以。他们在那个位置有不好动作，欸，他们隔壁有人，他们的 N 方向，我刚要看那个人，赶紧到谁？不能在这边搞事。哎，我们这边做什么动作？有没有啊？他在这个啦，二楼，他在拆箱子啊。AT 那三个人眼睛瞎了是不是啊？好，他们终于看到你的那个圈了，他们看到你那个圈了，他们在对你丢火，靠你命啊！他们对我丢灯笼，对啊，不喜欢我弹琴要说，这样抗议的哦。他们还在那边晃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为什么我们旁边怎么好像不止一个人？红茶，那因为我刚听应该不是这。二楼那组看到我，他刚才跳那个，哦，你看那三个人在分赃。AD 怎么死了 ？AD 怎么要死了？因为我被那些狼追着咬啊。然后我刚吃了两件，吃两件才扣这点血，已经是奇迹了。他这是他们的武器，弄死一个，轰炸。好，打两个。没事，我到头上了。去吃饭了，干嘛？哥哥。爸爸。我往柱子机那边靠过去啊。哪个方向？那个 S 啊。哇，你也是一个不熟地图的，是不是？这边很少出声。玩这么久，应该也有个概念了吧？啊，桥上骷髅是你杀的？有人。桥上的骷髅是你杀的吗？走。没事。